围出来的就是剑湖山世界的当家吉祥物，超级可爱的鸽子哈多库库，也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一起来加入他的行列，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一场爱游世界的奇幻之旅了吗？实在是太可爱了，400台的无人机，哇，赶快手机准备好。现在满天的无人机正在闪烁并移动着，与剑湖山的地标幸福摩天轮相互辉映，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？接下来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没错，接下来呢 Hello Cuckoo 就要搭乘着爱心造型的热气球直奔天际，感谢我们的跨年赞助健康好伙伴爱之味食品集团，无论是道地的创新美味党阿哇贵，或者是名店豆腐系列韩泡豆腐堡、咖喱豆腐、麻婆豆腐，香浓好味道的爱之味燕麦买花生，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幸福美味，让我们继续一起迎向美好的2024。哇，太美好了！无人机，哇，现在消失了，但是它持续闪烁移动着。哈达姑姑又将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期待一下喽！哇哦哇哦哇哦！没错，有没有看到泡泡逐渐涌现，就代表酷酷呢有好多想去的地方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被泡泡包围的蓬蓬呢？要感谢我们的跨年赞助伙伴 Nice 企业沐浴乳销售第一品牌 Nice 蓬蓬香浴乳，用细致泡泡来温和洗净肌肤，天天洗蓬蓬，让你肌肤通润亮。无人机再度变换队形了，准备带给所有朋友又一波的惊喜。七彩的灯光在夜空中不断的转换，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？接下来，酷酷准备带领大家一起出发。没错，首先呢，我们来到的就是美国纽约。在13个小时之后呢，也会在时代广场以水晶球降落盛大迎接2024。它的城市地标就是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，也矗立在纽约超过100年的时光，更是所有人对于美国的第一印象。紧接着我们来到了浪漫花都法国巴黎，说到巴黎你绝对会想到的就是它最高的地标 Eiffel Tower 埃菲尔铁塔，高度有330公尺，而法国也将在7个小时后迎接2024年的到来哦。没错，这个闪烁的无人机就在夜空当中像星星一样的闪耀，酷酷也持续他的旅行，在这一趟爱游世界的旅程当中还会有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？那现在我们舞台上大荧幕也跳出了画面，距离2024也剩下不到2分钟咯。哇哦，接下来会是什么了？没错，飞过纽约，也飞过巴黎，酷酷搭上飞机直上云霄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感谢跨年赞助伙伴 KKA， 无论是出国旅行、国内旅游，还是各种深度体验，都少不了 KKA， 让你随时随地轻松出发，尽情体验新的一年，就从旅行开始。让我们一起玩转全球吧！随着2024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承载着酷酷以及所有朋友的飞机也即将抵达下一个目的地。究竟我们无人机2023年的压轴图案会是什么呢？
欢迎来到镜湖山世界，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乐园最知名的地标幸福摩天轮与冲锋飞车，承载着梦想与欢乐的镜湖山世界主题乐园，在新的一年也要继续以主题爱游世界带给所有人满满的幸福。现在就让我们准备迎接倒数时刻以及全台唯一摩天轮跨年焰火秀吧。现场的朋友，请大家将目光看向无人机的位置，所有的长官贵宾，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倒数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400架的无人机打造新年大秀，那现在无人机呢也排出2024 Happy New Year 的字样，在剑湖山的夜空当中，跟烟火一起向全世界的朋友献上新年祝福。谢谢无人机的精彩演出，那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爱游世界，爱上剑湖山世界。剑湖山世界，轻快的歌曲搭配暖色系的烟火，象征着我们乐园的温暖及活力。注意看天空哦，还有机会可以看到笑脸烟火在天空中向你微笑哦。To the vibe and give a shot. 幸福没有坐标，要靠自己去寻找。别再让选择障碍耽误快乐的步调。You need a simple way， 电脑其实更对味。
闪耀星运，以白色系烟火为主色调，让夜空犹如流星雨般的闪耀，带给人们希望与满满的祝福，迎向光明未来。大家也可以在此许下你的新年愿望，相信一定可以成真的哦。环山电光花火响宴就在这里哦。